系统内部，实际上我们也构建了这种多层纵深的这样的一个安全防御体系。尤其是我们知道控制系统它的实时性稳定性可靠性要求非常高，我们不能以传统的这种信息网络中的这样一些安全的这种防御处置的这种手段来进行同等的复制。那么我们比方今天是2023年的9月份，我在大会现场，今天的参会人员有700多人，我在音响旁边，我今天用的是山东联讯的新型设备通话和胎里 516K， 我这样说话大家能听清楚吗？